Good evening. Today's lecture will be conducted in Putonghua Chinese. We have a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so not quite sure which channel you need to use, but then perhaps you could try it out now before we start.尊敬的洪法官，院长，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年的Hochelaga讲座。Hochelaga讲座是一位匿名的捐助人为了纪念他的父亲而设立的一个公开讲座。 我们曾经请过很多的知名大学的教授来做这个讲座，同时我们也请过很多的法官来做这个讲座，法官都包括加拿大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而今年的Hochelaga讲座是分成几个部分，我们有请到 两位澳大利亚的法官，我们今天有幸请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黄 永维 法官。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黄法官，黄法官是1982年。 毕业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国的几级法院都有过很多的经历。他从一个县的法院开始，然后到河北省高院，最后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他现在是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法官学院的院长。 这是我一个正式的介绍，然后呢，还有一个非正式的介绍。我们上法学院的时候，年纪都是挺小的。黄法官是我的师兄，他比我高一级，他是82年毕业，我是83年毕业。我上法学院的时候是16岁。 我觉得我是挺小的，我们大家觉得也挺小的，但是我这位师兄呢，他比我高一级，然后他比我小一岁，大家算一算，就是他上法学的时候一年级是多大的岁数？我就不耽误时间了，现在有请黄法官，就中国 大陆未成年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做讲座，欢迎。感谢傅教授的介绍，非常高兴能到久负盛名的香港大学法学院来给大家见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首先， 我要表示感谢，向尊敬的何院长、尊敬的副院长、尊敬的赵副院长、尊敬的各位教授、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各位同学，还有一位我要向一位女士致以特别的问候，她就是我大学的同学的夫人。 用中国话叫我的亲爱的嫂子，晚上好。那么今天晚上啊，应港大法学院的要求呢，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中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应该说呢，这个课题啊，不是一个
特别的为人所关注的课题，也是一个并不能充分体现刑法理论深度的课题，所以今天呢就是一个一般的情况介绍，希望大家不会失望。那么首先呢，这个我要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这个演讲的主要内容。第一就是研讨范围的界定，第二是中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现状和少年法庭，第三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的相关内容，第四呢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程序制度。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未成年人犯罪的内涵是不相同的。那么在这个社会学的领域呢，我们经常用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来替代未成年人犯罪。一般我们认为是26岁以下算是青少年。在犯罪学领域呢，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年龄不做精确的界定。我就想啊，从这个世界刑法研究的这个领域来看呢，从北欧算起到南太平洋，可能这个年龄在23岁到13岁。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刑法学的领域，未成年人有十分明确的年龄要求，就是指已满14周岁到不满18周岁的人。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研讨的背景是刑事法律制度的适用，所以我们研讨的对象未成年人犯罪呢，是指已满14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违法性、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也就是我们在过去30年前读刑法的时候所谓的犯罪构成的三要素，就是社会危害性、行为的违法性和应受刑法的惩罚性。那么接下来我要介绍呢，中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现状和少年法庭。据统计啊，从1984年到2014年的30年间，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共判处未成年罪犯150余万人。我是1982年到法院系统工作的，那么首先接触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刑事审判，可能在座的各位有所了解。那是1982年毕业，1983年在中国大陆全国的范围内就开展了所谓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活动。国家在严厉惩处严重刑事犯罪的这个大的前提下，从来没有放松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应该说30多年来成效是非常显著的，表现在下列方面。未成年罪犯在全部罪犯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008年的8.66%
下降到2014年的 4.26%。2014年被法院审结处理的未成年罪犯约50400人。经过少年法庭的教育和矫治，通过监狱的积极努力，其中绝大多数青少年罪犯都能够悔罪服从判决，并且能够最终重返社会，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公民。从2002年以来，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始终保持在2%左右，这是一个相当低的一个比率，远远低于全部罪犯6%至8%的重新犯罪率。我们以浙江省为例，大家知道，浙江省在中国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是一个人口大省，也是一个流动人口大省。那么在浙江省呢，犯罪率和犯罪的绝对数量相对是比较大的。2010年至2014年，这五年时间，全省法院判决未成年犯将近30000人，占全省罪犯总数的5.41%，占全国未成年罪犯总数的9.53%。那么从犯罪类型来看呢，青少年犯罪比较突出的排在前五位的罪名分别是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其中盗窃、抢劫等侵财性犯罪人数约占未成年罪犯总数的2%。从这些罪犯的身份看呢，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犯罪的年龄低，学生身份比例低，文化程度低，女性未成年犯比例低，这种四低的一种态势。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少年法庭，这是中国法院系统未成年罪犯刑事案件审判的机构。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及北京规则指出，审理少年案件的司法人员应当有必要的专业能力。大陆地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要有专门的未成年法庭进行审理。对此呢，中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对于审判人员和少年法庭的设置都进行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我们把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厅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厅，通称少年法庭。刑事诉讼法第266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承办。那么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刑事诉讼法里面，和境外的其他地区的刑事诉讼程序有所不同，刑事案件的侦查一般由公安机关执行，有一部分的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执行，案件的公诉由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承担，然后案件进入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解释第426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厅。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熟悉中国的审判架构，在中国有四级法院，案件实行四级两审。那么最基层的叫基层法院，第一级上诉法院叫中级人民法院，再高一级的法院有设在各省和直辖市的，比如说北京、上海、天津，像浙江省属于高级法院，然后北京是最高法院。那么在这个司法解释中规定啊，中级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厅，这是因为大量的刑事案件和大量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要由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审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判的刑期相对比较低，尚不具备条件的应当在刑事审判厅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厅，或者由专人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那就根据不同法院所面临的案件审判的工作任务量来确定，因为有的法院，比方说在青藏高原的某些牧区的少数民族的地区的法院，那么一个法院呢，可能只有十几位工作人员，只有几名法官，所以他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刑事审判厅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厅，因为像这样的案件上诉到高级法院是很少的。具备条件的可以设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厅。中国法院系统的少年法庭的设置情况呢，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那么最早呢，是1984年在上海市长宁区法院成立了第一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厅。目前呢，大部分的法院都成立了少年法庭。那么这个发展过程呢，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84年到1988年属于少年法庭的创设和探索阶段。1989年到1993年属于推广和普及阶段。1994年到2003年属于巩固和规范阶段。在1994年呢，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少年法庭指导小组，专门领导和指导
全国法院系统少年刑事犯罪的审判工作。从2004年至今，应当属于深化和健全阶段，并探索建立未成年案件的综合法庭。少年法庭审理案件的范围逐渐扩展到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减刑假释案件。综上所述，从1984年以来，少年法庭经历了由刑厅专人负责，到固定合议庭，到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厅，再到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厅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到2014年的11月，全国四级法院都已经建立了少年审判的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审理。据统计啊，共设立少年法庭2253个，合议庭1246个，少年刑事法庭405个，综合审判法庭598个。从全国法院系统来看，这种组织机构呢，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到目前，全国法院共有7200多名法官专门从事少年法庭审判工作。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感到比较惊讶，就是有7200多名法官。那么我顺便介绍一下，在中国的法院有4000多个，我们有一个最高法院，有30多个高级法院，有400多个中级法院，有4000多个基层法院。我们有33万的法院工作人员，其中有12万左右的法官。大家感到可能非常的惊奇，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法官呢？因为中国的法院每年要审结1800万件的案件。据统计啊，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的法官数量增加了10倍。从1978年到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的案件总量增加了30倍。所以说，尽管有这么多的法官，目前各级法院面临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那么我顺便再说一句，在中国的三大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都对各级各类案件的审限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案件分别要在1个月至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的期限内审结。所以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讲，中国法院审判的数量是巨大的，审判的效率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下面我介绍一下少年法庭的审理范围和审判方式。少年法庭中的未成年案件综合审判厅，除了受理刑事案件外，还要受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和行政案件。少年法庭受理的刑事案件是被告人
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时不满18周岁，法院立案时不满20周岁的案件，如果是一个共同犯罪案件，那么其中有未成年人被告的这类的案件，多数也是由少年法庭进行审理的。少年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庭的格局是有别于成年人的案件，那么我们非常形象的把它称之为圆桌审判，那就是去掉谢具的未成年被告人与审判人员、公诉人员、辩护人同坐一桌，通过控、辩、审三方合力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绑教与感化，缓解严肃紧张的法庭审理气氛。那么在去年啊，不，在今年上半年我去台湾参访的时候，我看到台湾法院的少年罪犯审判厅也是这种格局。这种圆桌审判呢，在1997年被初步尝试使用，现在已经成为少年法庭的基本审判模式，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的保护的理念。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一个在中国法院的一个普通的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庭审的场景。那么这是一个未成年罪犯开庭庭审的场景。第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的有关内容。中国的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一般规定，在刑法第17条以14周岁和16周岁为两个界点，采取了三分法，将刑事责任年龄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是完全无刑事责任时期，就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时期，对于不满14周岁的自然人，对其实施的任何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第二是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自然人，仅仅对刑法中明确规定的8种严重故意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这8种犯罪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故意伤害是仅仅限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是致人死亡的情形。第3种是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和投放危险物质罪。这8种犯罪呢，同时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常见多发性的特点，而且都是故意犯罪。第3，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是已满16周岁以上的自然人对其触犯刑法的行为都要负刑事责任。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家可能感到奇怪，说最高法院怎么有这么多的解释啊？因为在中国的立法机关，是把司法解释的权同时授予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在国外也不常见。因为中国的刑法和境外的刑法比，相对是比较简单和笼统的，所以它不可能解决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所以要靠司法解释来解决。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呢，对于少年犯罪的年龄要求非常严格，要是过生日的第二天起才为已满14周岁或16周岁，生日的当天不计算在内。比方说14周岁生日当天仍属于不满14周岁的完全无刑事责任的时期，可能有的同学会问说，有没有必要规定这么严格呢？实践中是非常必要的。有时候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时候，就是为了核实某一个罪犯的年龄，要下很多的功夫。有时候这个年龄是以他的户口，有时候是以他的医院的出生证明，有时候是由他的邻居左邻右舍的证明，有时候是以他的同一天出生人的这种事实来推断。所以这个年龄问题在未成年人犯罪里面涉及到适用刑法多少款的问题，那么在死刑案件中，已满18周岁这个死刑案件中是涉及到生和死的问题。中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规定了比较特殊的刑事责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总体讲是从宽对待，具体化呢，有如下几个重要的刑事责任处理原则。第一，从宽处罚。刑法第17条规定，一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应当这两个字，在中国刑法里经常会出现一个可以，一个应当。可以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可以，就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比方说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这个可以在有的案件中是可以的，在有的案件中是不可以的。如果一旦出现应当，那就是一律必须从轻和减轻。第二，就是刚才我谈到的是禁止适用死刑的原则。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是不满18周岁的不得适用死刑，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词叫不得适用死刑。那么在中国的死刑刑法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定，就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以我们可以在有些中国的刑事审判法庭中可以见到，在审判长宣布判处罪犯某某死刑，这个时候罪犯腿就软了，扑腾就跪下了，然后后面一句话说缓期两年执行，然后罪犯的两个眼又睁开了。死刑和死缓虽然是不同，
听的都是死刑，但是生死两重天。那么这条规定就是，不满18周岁的罪犯，无论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行，都不得使用死刑。但是并不意味着刚满18周的罪犯犯了严重罪行就要一律判处死刑。现在中国在死刑适用中现在采取了一个非常严格控制的这种要求。那么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在和部分同学在探讨减刑假释制度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个最近的一两年修改的刑法的这个叫刑法第八修正案和第九修正案中，对于死刑的控制极其严格，也试图找出一个替代死刑的措施。曾经在立法过程中研究过，要采取一种类似美国的简单的刑期累计相加的办法，结果没有通过。就是说一个罪犯可以判360年有期徒刑或者更多，因为在实践中是完全可以判到这么高的刑罚的。我估计在一些贩毒或者一些犯了若干个故意杀人这个案件中，一个罪犯的量刑最多可以判到1500年。如果杀一个人可以判100年的话，因为我们最近就发现有的罪犯故意杀人罪犯有杀人十几个人以上。好，我们讲第三个，应当适用缓刑的原则。刑法第72条规定，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拘役的被告人依法可以适用缓刑。你看这就出现了个可以，那就是对一般的普通的成年的罪犯可以适用缓刑。但是如果被告人是不满18周岁正在怀孕的妇女，或者是已满75周岁的罪犯，原则上应当适用缓刑，就是三类罪犯：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怀孕的妇女。大家会不会想说，在中国监狱里75岁以上的罪犯有多少？有相当一部分。如果他要是在50多岁或者60多岁的时候犯罪，犯的重罪，那他这个服刑的期限就相对很长。我们在前两年就遇到一个罪犯是80多岁初次犯故意杀人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案例呢？就是这个被告人呢，他把他的在40年前的生产队长给杀了。为什么要杀他？说40多年前的中国实行大队和生产队的制度的时候，可能副院长会知道，其他人可能对这种中国农村基层的架构不太理解。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被害人是生产队长，然后生产队长就用物质引诱和其他好处的办法和他老婆通奸数年。他这次在田间遇到这个人了，突然就40年前的旧仇涌上心头，用铁签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被害人给拍死了。所以根据新修改的刑法，对于这样的罪犯呢，我们是一般不适用死刑的。那么接着回到正题，就是对于不满18周岁的被告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只要不是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这两种刑法第78条规定的禁止适用缓刑的情形，原则上就应该宣告缓刑，实行社区矫正。第四，是不成立累犯的原则。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在任何时候的犯罪不成立累犯。也就是说，在他18周岁之前，无论犯了多少个罪行，都不把他视为累犯，
刑法上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往下我不再解释，解释会把我自己绕进去，大家看一看。当然后罪不满十八周岁就更不成立罪犯了，不成立累犯了。接下来呢，我要介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程序制度。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这个程序呢，是规范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一个专章，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刑事权利的保护，也符合国际上倡导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别处理的原则。这一章呢是有11条，多数内容与审判工作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们30年来少年司法的总结和成果的体现。主要内容涉及了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的指导方针、原则、权利保障、法律援助、情况调查、拘捕和羁押、合适的成年人参与制度，就是有合适身份的成年人参与少年刑事案件审判的制度，和附条件的不起诉、不公开审理以及犯罪记录的封存等等。那么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专门的未成年人程序，它的依据是，首先是国际的准则，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1990年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以及1990年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等。这些规则呢，就未成年人犯罪的诉讼程序做了特殊的保护性规定，同时要求呢，各个国家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应当考虑他们的身心福祉，实现他们利益的最大化。上述的国际准则要求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成人的刑事司法相分离，要求对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合理的干预，并同时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保护。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看，儿童福利理念和国家侵权理念是指导未成年司法的两项基本理念。前者呢，是指以实现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和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后者呢，强调国家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与权利。在这些理念指引下，未成年司法的各项制度呈现出了不同于成年的特点。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在司法解释第459条对这一理念予以重申，并要求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比如说未成年人案件不公开审理。那么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既是诉讼的主要目的，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这个原则要求呢，坚持以教育和矫治为主，而促使这些未成年人罪犯早日复归社会。只有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必要的刑法手段，对其进行惩罚。那么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